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，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。我们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行动，坚决有力。粉碎台独行径，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坚不可摧。解决台湾问题，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定不移。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充分表明，民进党代表不了台湾，代表不了全体台湾同胞。下架民进党，反对台独，要和平，不要战争，要发展，不要衰退，要交流，不要分离，是岛内主流民意。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，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，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。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，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，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。